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台地文学基金会的志工任博。咱即卖吼，咱伫咧即个台北市的即个北京东路，啊，即卖即个所在是一个即个咱蔡英文的竞选总部的前面。今日时间是2015年的10月18日。哦，啊，咱看即卖吼，足侪人拢对台湾的即个各个所在吼来。到这个台北市来替这蔡英文的竞选总部成立来祝福庆祝，啊嘛希望伊明年会当国票当选。咱看到这上头城是咱出兵火力上的独立台湾会的这政策，啊出兵火力上真正无怨无悔吼，来这挺蔡英文，啊嘛是挺台湾。咱即摆看到足侪人的群众的手。手头拢有摕着即个独立台湾会出兵火力上来制作的即个旗仔吼。咱即马甲镜头又搁又较歪的，今日台北的风足透的，人真正陆陆续续拢一直入来会场吼。即个会场是因为规条路吼拢甲封起来，所以讲会有较长。啊，希望若较晚的时阵。大家当尽量来参加。